各位新浪时尚的网友，大家好，我是胡歌，现在正在巴塞尔表展的现场。这是您第一次来巴塞尔表展吗？啊，是的，第一次。就是跟您印象中的表展有没有什么不同？嗯，其实从它的规模和它的这个盛况的程度来说，都是我预料之中的。意料之外的是，我没有想到会在这个表展上看到这么多表亲。我的意思是没有想到会看到这么多中国人的面孔，嗯。就是您认为什么样的表是好表？嗯，哦，那这个要说起来的话，有几个元素我觉得是必须要具备的。首先的是精准，因为作为一块表来说，它最主要的就是计时的功能，所以精准是一块表最重要的元素。其次，是传承，因为。比方说真力时这个品牌，它有将近150年的历史，那从它的诞生的第一刻到现在，它的整个制表的工艺和它的品牌的文化都是一直传承下来的。那作为一块好的手表，一块收藏级别的手表来说，我觉得这个传承是非常重要的。嗯，还有第三个元素哈，第三个元素我觉得是创新。嗯，因为其实对于手表来说，它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里面，其实它大有乾坤，所以随着科技的不断的这个进步，在这个手表里面，它这个科技的含量也是越来越高。那除了这个内部以外，对于这个手表的外观来说，也是在不断的创新，所以我们可以在今年的表上看到各式各样的手表，这也是因为在不断创新的。这个原因，嗯。那您最喜欢真力时今年推出的哪一款表？因为我个人一直对于这个军表非常的感兴趣，那么包括飞行员系列，包括海军系列。那今年的这个真力时推出了一款1903纪念版的飞行员系列的手表，它是纪念这个莱特兄弟首次试飞成功。那这块表呢，它在设计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真实的还原了这个飞行员这个军表的这个很多的元素，同时呢，它也选用了这个材质非常轻的碳作为这个手表的材质，所以戴在手上也非常的轻，嗯。